这个就是惠州西湖的正门，那边边上有一个叫惠州宾馆，那里头那家早餐广式的，哎呀，特别好吃。那会儿我们每天早晨都跑这吃来。哎，只是这次没有做住在惠州嘛，所以就是这边早餐吃不了了。一进惠州西湖这个大门，这边上的这几棵榕树都非常有年头。我刚给你发个视频，你没看看？我来惠州啊，两个地方最推荐玩，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西湖，非常的漂亮。这在惠州的西湖，在全国好像是三十几个西湖里头，也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。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红花湖。红花湖呢是一个水库，它主要的呢就是有一个环湖公路，可以骑自行车，非常的爽。这两个地方都是免费的，非常值得称赞。当然红花湖租自行车是要钱的，这次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就不跑到红花湖去骑自行车了。